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卢居同台长。卢居同台长，改名字了，啊，我反正名字改过很多了。感恩卢军宏台长。对，我是1996年属鼠的，今天想知道身体状况。OK， 96年属老虎的。鼠。属老鼠是吧？嗯。啊，小姑娘，你妇科出毛病了。啊。妇科，妇女病。哦。听得懂吗？肚子以下，不正常。我讲话你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知道吗？知道。有什么好难为情的？要纠正自己毛病啊，明白了吗？有小灵性。嗯。有一个小灵性，就是小鬼啊。明白了吗？给他念小房子吧。36章。明白吗？明白。好好给他念。念了之后你会看到，做梦做到一些景象的。好吗？好。你自己听话了。小丫头不要不懂事情啊。啊。好的。你是个好孩子，有时候在人间不要迷失方向。明白吗？听台长爷爷的话，女孩子要正规。啊。不好的男朋友不要去交，交好孩子，对不对啊？我们这么多学心灵法门的男孩子这么多，你为什么不挑一个啊？对不对啊？对。对，好好听爷爷的话，要记住，你以后最后身体其他地方都不会有大问题，最主要是心脏，你的心脏很不好，你年纪这么小。经常胸闷气短，对不对啊？对。嗯，请问我要怎样念经？你要念经，你小丫头，你每天念21遍心经，念7遍大悲咒，念1遍礼佛大忏悔文，好不好啊？不要去恨别人，不要去怪别人，别人就算做错事情了，你也要原谅他。台长爷爷教你这个方法，就是让你以后懂得怎么不让自己受伤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感恩。乖一点啊。啊、哦。要放生。放了。放了。哦、放2条。不知道。放不知道啊。没有算。没有算啊，大概几条啦？有3次，哎，不忘记了。哎，忘记了。好好听话。少听流行歌曲，少到舞厅跑，好好的学佛念经，做个乖孩子，身体不会出毛病，听得懂了吗？听得懂。听爷爷话，爷爷不会害你的啊、哦。好了，下去吧。嗯。台长看到很多东西我不能讲的，不是说什么看到东西都能讲的，听得。